哎哈喽哈喽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熊孩子强宝宝鱼。哎，这里是可爱的鱼啊！好嘞，欢迎收看咱们最新一期的跑酷子弹，跑酷的名字呢也是叫做花样跑酷，花样跑酷。然后这边什么？以修复对强迫症的心理障碍，可以的。这个我喜欢。对不起，作者太懒，食人鱼自己放。哇！不是我的作者懒得有点过分了啊！不是你这人家懒是那个委婉的懒，你这懒是直接那个密码白纸黑字的写出来的啊！义正言辞的懒，我服来，我服，我是真的服。来吧，老板，咱们开始跑吧。对啊，咱们直接开始跑吧。来 ，Let's already go， 走走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咱们现在是用的小淘气吧？等一下，把小淘气给换了。你用的是大哥的。好，走，回。哇，他这旁边又有那个树叶，不会掉下去的。这里是竹子。哎呦！睡觉前。为什么？我的妈，又没天理了。不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食人鱼，我跟他是同类，他不会咬我。哈哈，笑死我了！嘘嘘，熊孩子看着呢。通过本关需要番外篇，番外篇什么鬼？然后这边看一下，这里吗？过去看一下先。哇，他这张地图做的色彩方面还是挺那个的。箱子里面没有东西啊？那为什么老师就我各种失足啥的？箱子上啥都没有吗？完了，咋的了？嘿 boy 来咬我，来 come on， 我不会喂鱼啦，我现在也掉水里面喂鱼了，来咬我，使劲的咬我， come on， 哎，莫非我真的是鱼？哎，哇，开始咬我了，来，不咬你了吧？还没有，刚刚我打他一下，他没咬我。哎，我的妈，这穿着鱼人皮肤还有特权的，这个竹子啊，哇，这经济独立了。哎，这一关简单，哼，简单。哎呦，然后这里什么自杀？这为什么要自杀？这什么？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顶天是从皇姑到铁西，细节决定成败，强迫症委屈一下吧。什么玩意？他说什么？我是一句都没听懂啊。他想要带咱们去网吧里面偷耳机，然后要自杀才能去偷吗？就是这样。应该是直接往上跳吧，继续。走，接着往上跳吧。小心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小心？小心啥玩意呢？我的妈，这怎么跳？不，这边有放空气墙的吧？应该。不过我好像没有撸到宝宝鱼。有个屁的空气墙啊！神经病啊！这么高，他是觉得咱们俩长了翅膀会飞吗？咱们俩有隐形的翅膀吗？我跳一跳试一试，要不？我你来。嘿，对，他是不是骗我读书少？这怎么上去了？神经病啊！对呀，整的好像谁没两个泡泡糖似的。整的好像谁没两个泡泡糖似的，哼！不，这只能吃泡泡糖的。他这边应该是没弄，应该是忘记弄了，我觉得。啊，这作者懒到一种境界了啊！哇，这几个、啊、这几个泡泡糖他们能不能是飞上去啊？应该这感觉也差不多吧。14秒，哎，我觉得我可以飞到最上面去。走，直接上去吧。砸死了，飞喽！哇，撑不住了，我还得再吃一个。哎，完了，我放了一个泡泡糖在这个什么展示框上面。可以了，嘻嘻，你个头，嘻嘻！哎呦我的妈！然后这边什么？并不是这个，先睡一觉先。箱子里面有什么？哇，全都是箱子里面全都是翔。细节决定成败，对啊。算了，留给作者吧。你自己慢慢的享用吧。哎，这就来了，跑完了吗？好短啊，能不能长点啊？坐这里也太短了吧。难道是下面刚我们自杀那里吗？过去看一下，要不我
这么短的话就有点过分了。这边好像也能自杀哎，他，哎呦呦呦！哦，嗨，宝贝鱼，嗨，这下面好像下面有个箱子，有个箱子，不过啥？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没有东西啊，点直接跪了，你整理一下看看。点一下整理也没有东西啊，坑爹啊！不，这坑咱们俩呢。来吧，结束就结束了吧。好嘞，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呢，咱们这期视频呢也是到这里结束。在这里呢，强也是跟宝宝鱼这个跟小伙伴们说一下，做图给咱们俩玩的呢也是这个尽量检查一点，讲究一点。对啊。很多细节方面还是没有注意的啊，比如说该放方块的地方你们没放，该测试的地方你们没测试过，对吧？对，最好是自己这一个测试一遍，然后再到微博或者是拿私信给他们。对，好嘞，那咱们这期视频呢也是这么坑着再见了。好了，那啊，你说，你来表演吧，宝贝，交给你了。喜欢咱们俩的话，一定要点上一个订阅啊！别忘了给视频咱们的视频点赞或者是评论什么的。那咱们就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